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春阳牡丹，非常高兴跟你们见面了哈，我今天呢，想给大家说一说我对尹胜先生的一些看法，因为我是也是在 YouTube 上看到他，今年这已经是2018年了哈，新年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的开始，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生命都充满一些新的希望。可是自从我有一次非常偶尔的机会吧，看到叫尹胜先生的哈，他是应该是四川来的，从他个人呢也有一个非常的一个逃亡的经历啊，然后。终于呢，就是定居美国，而且他个人又是个艺术家、画家，我个人呢，我对他的人本身我没有任何什么看法，我觉得他有他的人生经历哈，他的个人的观点跟看法，还有呢，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尊重他的。而且他的个人的经历呢，也确实是不是一般人能，不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能经历过的吧。所以他有了他的苦难，可是我后来我看到他讲了，全部都是关于我们中国人的，好像大部分的这种说法，在他的。言谈当中呢，都似乎不是那么积极的哈，有些竟然是非常的公开的，对于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种几乎是全盘的否认跟否定，非常负面。反正我作为中国人吧，我就感觉他也在说着我呢，他也说了我了。所以我今天决定吧，我原来一直就觉得好吧，反正是百家争鸣嘛，大家谁都可以说，谁都可以出来讲，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不是什么问题，大家你看这么阳光明媚的一天，那我们站在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晚上也会很黑，到天冷的时候是非常冷。我觉得这似乎又不是我们的这种，人生的一种态度，那反回说到这个尹胜先生也是，因为他说了很多集了哈，我相信我这一集也说不完，因为我的时间也是确实是短一些，15分钟，但是我是怎么想怎么都不太对，这个路子都不对。那就是说我的直觉，我真的反思了很久，也想了很多，就是我们在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哈，我觉得非常遗憾，尹胜先生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根本不爱彼此啊，我们生产了一些这些毒奶粉呢，还有假食品呢，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涉及到我们全民的这个文化教育上，因为生产和制作这些人呢，他们本身就缺少一个最基本的，做一个公民的素质，那我搞教育的哈，这么多年，那我就相信我们会有机会跟。方法让我们的全民的这种文化和一种博爱也好，还是一种什么方式也好，让他明白他的一份责任，因为他没有这个责任，他当他制作这个假食品的时候，他唯一想的就是说他用这个去换钱，然后他是那种鼠目寸光的这样的一个眼前的利益，
那我们不用这一点来遮盖全面，是吧？我相信我们还有万分之，我们只是万分之一、亿分之一的，这些现象，所以我觉得从大线条我们看看它的乐观的一面，还看它积极的一面，而且生产了、制作了这些人呢，他们第一是受到法律的惩罚，第二呢，他们良心上他们会。有一天会良心发现，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人这些事的存在，我们就会就哎一竿打死所有人，说哎呀中国人实在是太差劲了。所以我个人呢，当然我没有吃到哈，我当然如果我吃到的话，我吃到的这些垃圾食品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不会很愤怒，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会很愤怒，可能还会吃了，有些孩子会吃出问题哈，我们看到他们住进医院，但是仇恨跟很愤怒都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如果像尹胜先生能站出来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理想的是我们会说，哎，我们需要的是全民的文化普及，提高我们全民的80%人的素质，让他们明白你的行为哈，你的这个后果会对我们多少人的危害，而且更直接的那么快就危害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哈，如果尹胜先生用这样的话来讲呢，用这种态度说呢，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哈，是积极的。真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和一个非常大的循环才能完成这件事。那像我，如果尹胜先生，你作为艺术家，作为已经，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有了觉悟的一个人呢，站出来说的时候，而且你又在美国去说着我们自己的人，哈，我就觉得挺痛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去遮掩吧，因为这个事实是发生了，我们不去说是啊没有发生啊，你应该包容，我们不是这种态度哈。如果加上一个这个我们说文化人的这个这一群的人呢，我觉得如果你能更用出来的人站出来的这种境界来去提拔一些他们还在没有觉悟的那个层次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尽了我们的一份责任，我这样相信。因为尹胜先生的整个的这个态度跟方式方法，我的第一直觉哈，我不是很要面子的中国人，你一定要一直赞扬，要赞美，我不是的，我已经学会看到很多真实的，原来我没有看到，原来没有注意，所以我没有看到，现在我看到了，我第一我很心疼，第二呢，我就觉得我可以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我在不停地录一些小视频呢，有一天会给我们的中国同胞，很多中国同胞看到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生活，都是真实的哈，没有粉饰过的。那尹胜先生他的这种方法跟态度，特别就像在说，我们的父母是多么的丑恶，他们的言行啊或怎么样，那我们中国人还是有这种儿不嫌母丑嘛，那你要。还是如果这样继续说下去，我就觉得非常遗憾了。那我个人本身我就永远不会厌弃我的父母啊，尽管他们根本就不是所谓我们文学作品中啊或者是音乐创作当中那种高尚的那种伟大的父母，不是的，这我们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觉悟和他们的生活和成长的背景跟环境，那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就是诋毁我们，这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带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嘛，他们还是有养育之恩的嘛，而且我们都逃脱不了当时的大环境啊大背景，
而生存，而觉悟。我们觉悟的这个层次跟水准都是有千差万别。那我个人就是觉得尹胜先生应该真的，我很少这样站出来说这，用说应该或者你能不能改变一下哈你的方法跟态度，更给我们在海外的，还有给我们在国内的一些中国人呢，更多一些鼓舞的和乐观的这种能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会感激的，感激你的，好过，你站出来就说中国人没有希望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可以觉悟的民族，根本就不是搞民主的国家，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的，我们的未来我们都不好，我们都不好去，我们都没有那种独到的见解呀，或者是我们有那种深谋远虑，或者我们看到未来50年的这种我们没有到那种功底吧，我相信有些人说会看个人的命运呢，会看国家的命运跟社会的命运呢，从风水角度上，那风水轮回的嘛，是不是？所以我相信我们还是以更客观一点的态度，更积极的，因为你这种积极的能量呢也会影响其他人，如果你要总是负能量呢也是会带动一些人。我最初看我一想，哎呦也是哈，我好像似乎有些同意尹胜的观点呢，他的说法呀，如果你又离开了中国哈，就是因为你有曾经过的黑暗的这种人生的经历，我完全同情，我非常深切的同情那种生死的那种关头哈，你终于好像我更会夸张的说我们从坟墓里爬出来了，是吧，那最后那一锹土没有把你埋葬的时候，你有幸的活下来了，那我们就为何不珍惜的这份活，我们珍惜这份未来的时光，然后呢不去骂我们的同胞，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钢琴，他怎么会知道有那么美妙的音乐呢？如果他没有看过，或者是他没有机会听过钢琴这件乐器的音乐，他怎么会去领略，怎么去感受钢琴的音乐它的美妙跟内在的力量呢？所以我相信呢，尹胜先生也是，我们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再给一些时间，再给一些耐心，然后呢来加入我们这个大的这种积极力量的这个群体来，我们没有让你抛头颅洒热血的哈，但是你至少你已经在美国定居下来了，你可以感受那份自由的这天地啊，还有你至少你还有你创作的空间嘛，那我相信我在此衷心的希望呢，尹胜先生能好好的想一想我今天说的这些话，我们易经说得好，其实易经的易就是一个变，我们人生有变数，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想法都是在变化当中，我希望尹胜先生呢也能改变，越变越积极，越变越对我们自己的中国人多些希望跟鼓励，好，谢谢你，希望你2018年改变得积极跟乐观，我们下次聊。